Hello， 女生哦，你是我的朋友，怎么是等到弄到他看了这边一聊天哦？那。保证那些钱真的要自己吃的好哦，不过那也舍得点哦，你怕呢？你瞧，怕呢？你瞧，妈妈干活真的累，等到老后再自己吃的好哦，等到那，自己吃的好。我慢慢咯，我慢慢的。我来带个小一个，我就不用那个小了。啊，你真好呢！哇，你这么冷的，这么冷的着。嗯，呀。等到了，等到了要啊，等到了要几万米呢？哦，几万米那么掉，弄了要超大厨。嗯，啊，继续掉。我怎么搞的？什么都说啊？就俺们中间龙岗的双，我那个装瓶，等到了货店慢慢了，现在忙了货店进口了嘛，好了吗？嗯，来了嘛，你还来嘛？是咯，等到了忙了货店进口，那你就去在豆腐做哎，啊，你随便弄啊，那个，嗯。啊，这点嗯，在那里给我们摆呢，嗯，摆。你这样的哈，老大用带哪天？哦，你这卡松，这个孬喽，还来塞，那么来来。他走了谁的店？
看一眼，看到那些的掉血了呢，哟，还得掉血了呢，不要弄这些，还得掉了，那个叫几号了嘛？老卢在那，卢在干不了，他都在在干不了了。等到有点好你还这么弄了我的那样根本很多狗是蛮干净的啊就是你找个女人没弄上去用狗啊我是狗那不用狗我是狗那不用狗狗来嘛你看都弄不干嘛那就给你那么狗蛋啊就是这个闹的那些就把那天的寂寞都把到有好了加工年天那好的弄好的刀啊就这样了哦我有三个人弄自由金了是哦等到有人过头有没有要有胡乱了就全部过大了干嘛弄这好一点就到了头有没有嘛没得得嘛就弄得弄没了就用过了点就行动用过用过要弄哦他们没现在要进去多掉都弄弄了就什么过还是到路的是吗慢慢进口那就要高大那就要干净嗯什么没在我那个店嗯再弄我的问题
那迷茫我那么迷装找到妈的那么迷装我没吃嘛了那么迷饱那么迷饱我让你去干嗯他们做啥的